爱德坡将编剧朴真新作《泪之女王》即将在3月9号播出，今日终于公开首播预告。喂，不，喂，不进。五、四、三、二、一。대답안해뒤진다고왜심장이뛰나했더니무서워서했어《泪之女王》由金秀贤、金智媛主演，两人饰演一对财阀夫妻。预告中，金秀贤貌似是一个怕老婆的角色，不断碎念为什么这么美，最后却一边奔跑一边大叫。而心跳加速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害怕。안 씻을 거야？ 씻어야 돼？ 而官方先前释出的读本花絮，也能感受到两人满满的化学反应。백현의역할을맡은김수현입니다핸드폰에저가식구들이름만뜨면심장이뛰고손이떨려뭐위축되었다고얘기를했지만이백현우는사실은굉장한사랑꾼이거든요홍혜인역을맡은김지현입니다퀸즈백화점의사장님으로거의감높이셔야죠백현선생님내가지금의견은뭐죠金秀贤在剧中饰演农村之子，入赘成为百货集团驸马爷，一夕间成为上流社会人士。他和金智媛在剧中透过欢笑和泪水克服许多危机，进而创造奇迹般的爱情故事。